安利皇后，开启厨房新品的美味篇章。新升级安利皇后智能烹饪电磁炉，专属搭配安利皇后锅具，轻松烹饪，由此进阶。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我们全新上市的安利皇后智能烹饪电磁炉。提到电磁炉啊，我相信我们肯定都用过。虽然现在大部分人家里都有燃气灶，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离不开电磁炉。比如说家里来了朋友聚会，在一起想吃个火锅，那电磁炉一定是要用到的。我们平时在体验馆或者在一些不能用明火的地方举办皇后锅聚会，那电磁炉是绝对少不了的工具。很多时候这个电磁炉好不好用，甚至还决定了我们一场活动能不能够成功的举办。如果在自己家里办聚会，要是把这漂亮的电磁炉和皇后锅一起打在客厅，既好看又方便，那绝对是做美食办聚会都不耽误。有时候你想教小朋友做饭，担心用明火不安全，那一款安全的智能电磁炉绝对是我们的首选。这次我们全新推出的电磁炉和大家以前用的又有哪些区别和优势呢？总结起来四个词：快速、均匀、安全、智能。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一一的讲解。首先说它的快速，大家平时一定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啊，等锅里的这个汤煮沸，总是觉得时间特别漫长，如果这个水快点开就好。因此啊，我们电磁炉的大火设计就能够让它升温足够的快。对比一般的电磁炉，比如说你要加热到2100度，可能需要2分钟的时间，而我们只需要5秒钟。我们来做个试验，拿2升的不锈钢锅，开到最大火力，同时烧1升的水，你会发现我们的电磁炉时间可以缩短40%以上。因此啊，我们可以看出，这新版的电磁炉将大大加快我们的做饭时间。高温是设计更快了，那低温的火力呢？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更均匀。我知道很多人喜欢用明火做饭，就是因为那明火更加的持续稳定，炖东西更加入味。如果用皇后锅做饭，那就更是需要持续又均匀的火力，才能更好的形成蒸汽锁，这食材里的营养素保留的才会更多。所以这次升级的电磁炉在低功率的时候就能够提供持续且均匀的火力，比如说开到200瓦，一般的电磁炉呢只能是一下大火一下停止加热，使它的这个平均值达到200瓦，而我们的电磁炉是不间断的持续工作，让锅内的食物一直处于微沸的状态，并且蒸汽锁保持得非常好，无论是炖汤还是煲粥都不会溢锅。大家看，电磁炉有15个火力档位，所以你不管是要大火爆炒还是小火慢炖，都能够找到最适合的档位。第三点，电磁炉的控温更加安全。有时我们在煮东西的时候一时大意人走开了，如果忘记关火，那后果可不堪设想。但我们的智能电磁炉能在锅里的温度达到220度的时候自动停止或者调节功率，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那如何确保测试到的这个温度是准确的呢？就是靠我们这个升级的测温探头。我们来看一组测试数据，一般的探头能探测到的温度比实际锅里的温度要低很多，但我们的这个测温探头能够非常的接近实际温度，起到真正的保护作用。而且你要知道，控制好炒菜时的温度还能够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最后也是这次电磁炉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跟电磁炉配套的还有一个手机 APP， 等电磁炉上市的时候就会同步的推出了，大家可以免费的下载，当时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些智能菜谱，通过 APP 的操控，你只需要根据它的提示一步一步的往锅里放菜就好了，时间一到，一道好吃的菜就完成了。刚开始会先推出几道让你尝试，后续
我们会慢慢的来开发这里面的内容。另外，各位爱美食的伙伴也完全可以自己来创建这个智能菜谱，创建好之后发给你的顾客，晒朋友圈，成为你朋友圈的美食网红。下面我通过一些简单的操作来看看这款 APP 的亮点。首先，它通过蓝牙链接到电磁炉，链接上之后，你就可以在手机上操控电磁炉，是不是很有科技感？想想你在做聚会的时候，甚至可以坐在沙发上与朋友们一边聊天一边就把这饭菜给做了。第二，我们在 APP 中存放了很多的皇后锅菜谱，从早餐到晚餐，从中餐到西餐，应有尽有。你还可以设定一些条件，会自动的帮你筛选出你想要的菜。各位营销伙伴，你如果想办一场美食聚会，但一时想不出主题或者相关的活动流程，可以在玩转美食趴这么一个板块里找到举办一场美食聚会所需要的资料和活动指引。第三，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智能菜谱，连接我们的智能电磁炉和使用皇后锅，这个 APP 就能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做菜了。你所需要的只是往锅里放食材这么简单。看，一道美味红烧肉就这么完成了。最后，对于各位皇后锅的高手，那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时候了。你可以在里面创建自己的私房菜谱。如果是选择智能菜谱，你在操作电磁炉的过程中 ，APP 会记录你调整火力的步骤。后期你只需要进行一些简单的编辑，一份菜谱就创建完成了。你将创建的菜谱分享给你的伙伴、你的顾客，让他们也能学会你的私房菜。这些就是我们这款智能电磁炉全新升级的亮点。当然 ，APP 里面还有很多的好东西等待你的探索。希望安利皇后智能烹饪电磁炉能让你轻松生活，成为你的美食新主角。